你跟谁在一起呢？你看都是男生，没有女生啊，真是烦死我，半个小时不见就问我干嘛呢。啊，大哥还是你自由，嫂子从来不查你岗。我今天出来一晚上了，你嫂子没给我打一个电话。我们在一起三年了，她从来不查我的岗，别人还觉得我自由，我幸福。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们呀。哥，哥，别喝了。展茂，这咋办啊？这样吧，你打电话把他女朋友叫来，我给他做道汤，也许能帮到他。食神归位。豆芽加入水中，五七比例，加入各种调味料，倒上葱花，转一圈。酒后真人汤。哥吧，一会儿他到了，有什么话好好对他说。太好喝了，感觉胃里一股暖流，很想跟人倾诉。哎呀，嫂子你可来了，大哥哭了一晚上，说你不查他岗。你们男人不是都爱自由吗？我不打电话也是怕打扰你啊。你就直说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吧？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才开心吗？我想要你黏着我啊，总是给我发信息烦我，给我发你自拍，我不在的时候打电话查我的岗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你贱不贱？贱。哎呦我的妈，贱你还愿意？愿意啊，老愿意了，只要是你贱也愿意。如果一个人只在你面前犯贱，那一定是真爱啊。